根据规则，倒计时联盟获得了巅峰腔调拿捏奖，但是节目组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，我们应该把 DDG 并进这个组合，好不好？我们让倒计时联盟和 DDG 一起获得巅峰腔调拿捏奖。DDG 代表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有请巅峰赛事组。DDG 倒计时很棒，但是我是 CG 联盟的。那我就用家乡话说了啊，用陕西话说吧。今天非常高兴，朋友们都发的比较愉快啊。那今天就最后再简短的说两句这个巅峰的腔调拿捏这个事情。其实啊，也不一定非得用方言，只要大家用心，人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巅峰拿捏的奖。食神，人人用心。好，谢谢倒计时联盟，